6月10号，洪明昊现身上海，携其主演的热血青春剧《人不彪悍枉少年》出席2018耀客之夜。当晚，洪明昊以一袭黑色西装帅气亮相红毯，随后在活动中介绍了其剧中饰演的角色花彪与飞车五人组成员叱咤校园的精彩故事，更揭秘了他与花彪不为人知的结怨之路。据悉，《人不彪悍枉少年》由著名导演邓科执导，耀客传媒副总裁王柔轩担任制片，以追忆的视角讲述了属于1996年夏天的一段热血青春岁月。该剧将于今年登陆腾讯视频独家播出，期待洪明昊带我们走进花彪不平凡的彪悍人生。